time. It's just like a flow, bringing us to highs and lows. Mostly though, it is like a steady, gentle flow as we experience the everyday and the ordinary. But will the time take us and how does it shape us? As 2023 came to a close, I posed those two questions to Olympic champion Ye Shiwen.这个，哈喽哈喽，终于练完了，练完了，两三个小时，今天练了，今天两个小时，我在边上看了一个多小时，真不容易。是的，我们一天都不能停。你还记不记得2023刚开始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当时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为了杭州亚运会，就是因为家门口有这个亚运会的机会，所以觉得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在家门口的亚运会上拿一枚金牌，然后也实现了。 所以现在，当我们走过了2023，回看这一年，你会给自己满分100分打多少分？觉得自己当时定下的目标，自己都有没有完成呢？我觉得在精神上，在信念上，我给自己打100分，但是可能在结果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嘛。就是你现在回过去看某一场比赛或者某一个阶段的训练，你会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来到这个池子的时候？第一次就刚进队的时候，对吧？ 记得2007年的9月份，那个时候我才11岁吧，对，当时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然后我来之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我爸非常严肃地跟我有一个谈话，他就说你真的想好要去省队了吗？因为你一旦选择这条路，你就没有回头路，非常严肃，所以弄得我还挺紧张的。 然后当时到这个泳池就觉得啊，都是大哥大姐姐，他们都游得很快，我那个时候就是个小屁孩，在他们面前就什么都不是。所以现在算算啊，我们算算从07年到现在，我们按一天训练几个小时，正常。一天训练2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月基本上20多天都得要训练。对，但是我们就是专项在水里的时间，一周平均大概是7到8次。就按照一天一次水上训练，一次2个小时来算嘛。 我七岁开始训练，练到现在二十七岁，20年，对，20年在池子里泡了，20年每天2个小时，然后1年365天，就减掉伤病，减掉休假的时间，算它340天吧，20年乘以340天，2天，6800小时，6800天，在乘以1天2个小时，12000天，6800小时在池子里面，才有了今天的小叶子。没错，因为20年在泳池里面，对于游泳运动员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觉得这20年的时间，你觉得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时间在你的眼里，它怎么改变了你，塑造了你？ 我觉得时间可能更多的是在这20年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吧，经历了巅峰，然后经历了挫折，经历了低谷。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才是最宝贵的。然后能够从这些经历中去吸取教训，去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然后再去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刚才你也说到小时候特别依赖教练，所以。 这一路走来，你眼中的魏教练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的人，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他训练的时候，他是整个游泳馆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教练，所以他的思想、他的心态都比较年轻。然后我特别感谢他的一点是，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让我去跟别人就是 PK， 就比如说游训练练到一半，他说叶舍你起来跟对面谁谁谁去拼一个100环，拼一个什么，然后就经常这样锻炼我的这种比赛的能力。所以赢了之后，我就会特别有信心。 但是输了呢，我根本不害怕，因为每天都有 PK 的机会，而且魏教练特别逗，他每次都说你赢他了，我就奖励你一副泳镜，然后你后面的计划都不用游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吸引我。好了，我真的 PK 赢了之后，他说我看过了，你还是再下去游一点吧。不知道，所以现在咱们站在这个池边，再看着叶子一遍一遍的游，能想你在小时候啥样吗？对，他刚到我这里来学游泳的时候，他只有6岁。
刚刚幼儿园大班毕业吧，那时候大概也只有这么高的一个小朋友，就这么高，差不多这么高。因为叶子有一段时间是在清华读书，那段时间也不在您身边。那时候呢，我就去问了他一下，我说杭州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举办，那么你现在读书嘛也快毕业了，他那时候已经一年没有训练了嘛。对对对。我说有没有这个想法重新回到泳池，因为我感觉他还是有这个实力嘛。对。经过他自己的考虑，然后我们的沟通。啊，他还毅然决定重新回到泳池。最后吧，要不对着镜头，你要不给叶子比个心，给他加个油。对着镜头，叶诗文加油。刚才魏教练跟我说，你去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一直想说，哎，我这真想我徒弟，但我觉得他没好意思说出来，他就说，我就老给他打电话发短信，对，所以一直在跟我联系，对，所以当时你们俩会有怎么样的交流呢？对，他当时就说，哎，小叶，你考不考虑家门口的亚运会？这一句话就把我的那个心里的那个痒痒的劲儿就勾起来了。我说好啊，我说那我就现在开始练吧。然后我平时训练上有什么就是进展，或者说有什么身体上的一些反应，我都会及时跟他沟通。其实刚才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啊，这一次我从北京来可真的是有备而来。我当时来之前就想，能不能找到2012年当时《中国日报》China Daily 是怎么报道你的版面？当天是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而且当时的那个标题是我现在的一位同事起的，就是非常的精妙，这是我听过最好的英文谐音梗啊。先给你看一眼，其实当时头版的标题就是Ye Shiwen，其实就是因为叶诗文的名字就是叶诗文，然后我们把这个标题就是Ye是的Shiwen，他赢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当时的这张照片，也特别的好看。当时现在看当时的自己是什么感觉？就是特别自信的感觉，特别自豪的感觉。这个眼神当时捕捉的也特别好，所以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平面媒体它的魅力。我们每一天印出来的报纸就像定格的历史一样。另外呢，我来之前呢，也是带了一些中国日报的礼物来。中国日报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创产品，这里面它有很多的书签，这一个我是最喜欢的，因为今年叶子最重要的呢就是在杭州亚运会获得了冠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杭州亚运会版面我们英文会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书签，这个特别棒。这个书签的边上是一个大莲花、太有纪念意义了，太有纪念意义了。其实咱俩年纪差不太多，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时间线上的对比啊，看到咱们俩在各个时间线上不同的选择，然后我们现在坐在一起，看我们这么些年是怎么样度过的。96年的时候刚出生，你出生，我3岁，刚学的走路，然后等到02年，02年对，刚开始学游泳吧。07年的时候，加入了运动队。12年的时候，就迎来了伦敦奥运会的时刻。现在回忆12年的时候，还是觉得热血沸腾。包括我自己现在看那个12年比赛的视频，我还是会头皮发麻，就觉得哇，好热血。16年的时候，里约奥运会。等到2017年的时候，你去了清华。对，2017年的时候。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到了中国日报社工作。然后后来到2021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那一年全运会，回来了。全运会。那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采访，是在你们都游泳完了以后，浙江体育局。对，新闻发布会。当时我印象特别清楚，你在那儿。一颗灯泡。多么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最后在2023年的12月，时间线交汇，坐在了一起。所以下一个问题，回忆过去这20年，你觉得现在看有哪一个决定你是最不后悔的？还是回到泳池这个决定吧，就是2017年到2018年之间决定，暂时休学，回到泳池继续训练，继续就应该说是突破自己吧。对，是最不后悔，因为当时其实2016年里约比完之后，我身边的家人也好啊，朋友也好，还有教练队友，他们都说，哎，小叶你要不就退役吧，太辛苦了。然后他们都其实不太支持我再练下去，但是我自己心里就是觉得我还可以有挖掘的地方，所以我就非常坚定的回来。